就粗暴一点说了，你越粗暴越好。我觉得他们单独表演的时候我都很喜欢。嗯，对，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时间仓促还是怎么样，就感觉临时凑的这种感觉，无论是熟练度、段子本身的写作的那个和表演的熟练度，这些都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还感觉他们在凑什么。我还觉得，就是不管你多优秀，策略还是很重要。对，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的效果。对对对，罗老师一加一小于一的效果。我俩写着写着就感觉有点一加一等于零了。罗老师说的除了不够粗暴哪儿都对。对，就是刚才。所以我会觉得非常紧张，因为我精神上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他们这个阶段就淘汰。没事，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这个可以挑啊，赚不赚？赚了，肯定有赚。啊，你俩赚了。不知道他们后面如果有机会继续磨合的话会不会更好，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你们得到了两个灯，两个灯呢就进入抢麦环节。好好，坐在这边的朋友都可以起立挑战王建国和张国阳，五秒倒计时请起立。真的是，真的是。